陈悠悠，你来干什么？陈悠悠，这里没什么需要你的，你先出去。大人跟我就不用客气了。 干的粗活，要不是铁心要讨好，饭都找这么豁出去了。大人，你说你真是，平时吧对顾总齐好言相待，看到蒋姑娘也是慈眉善目，怎么就是对我，看着我就跟看着鬼一样呢？大人，该不会是讨厌我吧？ 你管我！啊！你果然讨厌我啊你！我没有。我就知道大人深明大义，怎么会看不出我对大人的一片真心呢？大人，你的手……没什么，陈悠悠，没什么事情，你赶紧出去吧。对对对对，不行，还没到牛奶呢，牛奶。 我去拿衣服，我再泡一会儿。